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lvin。在2020年的6月13号，在长沙有一场草莓音乐节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不远万里来到了长沙，然后进行了一场为期3天的旅行。让我们正片开始吧。现在呢，已经到高铁上，然后坐7个小时就可以到长沙。长沙，周天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草莓音乐节，所以呢，今天是周六，然后今天就跟朋友们在长沙玩一玩。Hello， 然后我们现在就到站了，然后就去找我的朋友们了。Let's go。Hello, YouTube. 哇，咁快就到酒店啦！我哋快啲入大堂望下咩样啦。睇下呢个咩酒店先，呢个叫咩啊？延年神御酒店啊！就住完之后咧，就延年益寿嘅。隔篱仲有个咩？圣德西。系啦，我哋而家就去酒店去入边睇下咩情况。系咪兼个队？冇啊，我哋本身排喺度。跟住我哋就喺度 check in， 等佢哋处理埋呢啲事情。系。Hey Anderson， 你好。我们准备去到酒店的房间。对，我们是8021。啊，这里是长沙，先说再说一遍。Room tour， 好不好 ？Room tour， 好吧。21呢？20。17 17 19，这是哈利波特吗？那有个东西可以撞过去。啊，也是。哦，我去了。好。好。下一个。那先入。让我们的帅哥 Anderson 帮我们开门。请进。哎，这样不错哎，哥。大床房。啊。哎。不错。其实没什么可录的。一眼望晒，先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洗手盆，然后，哇，它还有这种洗屁股的功能，哦哟，哎，有吗？哎，有，这里，淋浴的地方，大床房，对，看看外面的风景。没什么风景。OK，Hello，Hello YouTube， 我哋而家咧喺嗰个长沙太平老街嗰度，系啦，系，准备食咩？炸虾，影下隔篱啊，呢位啊。跟女生女生个嗨，嗨，Hello， Yeah, okay, I'm there.
最后无奈，我潇洒坦荡行走在天地间。都会不着改变的改变，而一生一切发现，就这么放大了缺点。来让我问谁可决定，我这东西叫做完美之线，我只懂得我爱你在每天。你还能放什么？拥抱若美令你兴奋，甜意地唱出这多情的情感，还能凭什么？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攞住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？我放开条麦见咗。Oh shit！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？来吧，送给你，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。哎 ，Hello YouTube， 哎呢边系 Anderson。Hello， 瞓一瞓啦，床上床先，哇，好卵攰啊！要而家系下午嘅一点几多啊？十一点零七分，一点零七分啊！哎呀，琴日真系饮到四点钟，我同 Anderson 两个都瞓着咗。系，我竟然喺酒吧入边瞓着咗啊！系啊，我第一次遇到咁嘅情况。系。啲女仔就特別有精力，都唔知點解同行嗰兩個女仔 Clara 同埋 Rachel 可以從八點半玩到四點幾，下午八點半到凌晨四點幾，哇！唔係早上八點半玩到下晝四點幾啊！係啊，真係太勁啦，太犀勁！我哋兩個一點鐘就已經，我哋兩點半已經瞓到熟咗啦，喺個唔係問題係酒吧好撚嘈噶嘛，係啊，跟住都瞓著咗。真的太勁了，因為我們兩個本來都要上班，平時很乖的，十二點，平時一般都是那些點鐘就睡著了，已經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就，我們都是賺錢的人，賺錢的人，老實人，打工人，打工人，就不是那種結了婚出去亂玩的，他們就暫時未打工，還可以玩。哇，系佢哋好似唔使上班噶，暂时。所以咪几好。我哋而家就嗌咗外卖，跟住嗌外卖。三点几咧就去草莓音乐节。系。系啦，跟住今晚又可以又不醉无归啦！唉，死啦。系啊，咁我咧就想讲咩咧？就我哋中午咧点咗啲饺子食，清下肠胃。唔系，就食得太辣又太多。系点咗啲小米粥啊，嗰啲嘢系。O K。系。咁啊，遲啲再見。咁遲啲再見啦，音樂最再見。合作给李荣浩，感谢所有人投给我们的。但这首歌的现场我没次可以，所以灵魂继续准备写一个。当我打开了电脑，经历的比赛又成为我草稿。坐上经济舱来到这个地方，隔着九连的窗望着月亮思故乡。我的年龄说新不算新，但所以新事物怎么不赚金？心里面想怎么拿冠军，让喝彩不再成为。我把押韵比喻成钢琴，而我的忧郁是否需要枪帮你保护一些伤，隔开一些秘密，让它发酵，解开后我写歌送给你。46陪我靠床边坐下，并且是歌迷。
他把小马 rapper 拖在吉吉仓，面子上不上？我说这是结束谈话，沉默在万米高空上，耳机隔音，当时身旁空荡荡，安静容易让我想起自己的妈妈，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通电话，妈妈。让我想到你，你在天上透过窗帘，我洒下云层的刹那，希望不会因为一粒灰尘而肮脏，人的希望轻轻飘在天际上，希望谁害怕的表情别哭丧，希望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没阻挡，你的轨迹有没有偏好，你所希望的事不发生在世界上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长沙 Come on， That's me。未见你发过 YouTube， 知啦，走啦，佢以前佢嚟啊。Hey， hello， 夜晚啦，而家夜晚终于唔热啦，已经都有啲人好热啊，咁啊人太多人啦。我哋而家去边啊？凤阳乐队啊，买衫先。唔系喎，佢嗰个雕像巴先。卡拉叫你。
这次的长沙喇嘛特别的热，特别的热，不光是温度，但是比这个温度更牛逼的是你们。再次谢谢你们，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。搞掂啦！沙音音草莓音樂節嗰啲 musician 都唔知識唔識嘅，全部都冇同講嘢，同個聲一個啫。哎呀！不過幾好玩，嗱幾好玩，幾好玩，真係夠熟。Hello YouTube， 唉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在长沙，跟着我们就11点半就搭 body 回去了，所以就下次11点半 Kara 是11点半，刚才我们醒了一秒钟即刻飞落去，即刻飞落去，我说哎落楼啊，即刻我醒了即刻冲落去，乜都冇着就飞了落去，我眼睛都唔记得戴，咁样我你知道我看不清楚人的嘛，而家有系咯，就大家 say goodbye。嗯，系啊，所以就希望以后再希望场上见面。系，的确 okay, 的确。好，系。咁我哋到时再翻去。我哋而家出发高铁站啦。嗯，好 ，peace， 拜拜。拜拜。列车旅客在此进站。321 action 321 action， 有 dry oils， dry oil 要 oil 到的，见不到啊？有一场草莓音乐节，在长沙有一场 fuck， 然后进行了一场 fuck Jesus Christ，Oh my goodness，fuck。